应该可以吧？你要先试着戴帽子啊！你的嘴巴那个先围好啊，在脖子里那个，里面的那个啊，遮嘴巴的那个。10:41，我都开了，你却还没开，我再按一次。有了，开始录了。我的嘞，闪烁啊，嗯，可以。可以啊，等一下帽子不要被压到眼镜里哦。你先扣起来看看。扣得起来吗？哇哇哇！听到小孩这样，我觉得他们的这一趟泡汤了，早上泡汤好了。我就说跟你的膝盖一样深。还好吗？这样子啊，不可以只挨挨碰，好像那个看不见，还是看得见啊？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没有这个问题。这两只，拿去那边准备，我帮你排。去那边排着，我帮你拍，因为你明天宝宝不会上来。那我们明天自己上来。不用手，你要站到站得稳的地方开始踢哦。在这个方向，我就要帮你看来是不行。哎咻！Come on.
脚跟要对准，用力压，好了，再踢，你左脚踢，你不要踢到我这个，这个会断。好了。好，你要站过来才踩得到啊！来踢踢踢，踢完了吗？好了好了。是要滑过去。你圈头先对准一下，你右脚靠近一点就可以。就可以对准了，你右脚再站过来一点，好，可以了，对头对头就好，先对头，脚踢起来给我看，脚踢起来给我看，你脚底就有嘛，你要踢掉啊，先休息，你要正正的对着你的没有，你现在这样没办法，因为等一下你一站踩地上，它又会粘回去，所以只能用踢的。你先想办法站起来吧，要先站起来才可以。来，先站，站好再说吧。可以吗？戳对地方才行哦。哎，滑雪是很自己的战争。好了，先站着休息一下，右脚先站稳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粘回去。后脚抬起来。觉得没有穿得很好。好，站回去。站回去，抬起来。抬起来。前头没有转。重穿一次吧。对对对，这样才可以。抬起来。好。对，他刚口有没有？哎，人呢？哥哥呢？人呢？哪里？哦，摔倒、哦。这样是要拍哪里啊？我要走开。
样可以吗？你在干嘛？对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好，可以了。现在好了吗？你要套进去的。好了。靠，太不加速不行。就下去啊，下去啊，都来了。那下到哪？下到。到底外套没有拉很高哦。你说中间啊？对。也没感觉。是两层的，廉价的，好走。中间哦。你下到每次都有 slow down， 你就可以慢下来，不是吗？走啦，一个跟一个。好，继续。哟，滑了哇！全身滑了。好了，大家都休息30秒，都要休息才行。这个我鞋子里有什么？有什么东西？好，一起要一起休息30秒。我这里的鞋子里有什么？家长，我饿了。拿屎。怎么有烟味啊？是要这样子，然后尽量这样子是啊是啊，对啊，刚闻到烟味了。还有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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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脚踩，只要踩右脚就好，左脚抬起来，左脚收回来，用棒棒顶住，这样子站稳一点，站稳一点，平平的站。好像踩楼梯一样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
你离别人太近了，没事啊，轻轻的而已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你还好吗？就没事嘛。拖他旁边，他整个喷出去。好了。板板，你离人不要太近，因为你从后面去的话，我们后面没有长眼睛，我们看不到你啊。你不用往上翻，你往下翻，来翻翻到山下来，往你不是右转，是左转，可以左转吗？哦，那你躺一下好了，休息。还好吗？不好。还在痛吗？好。是他从你后面抄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你没看他，他从你右后方超车。他正要转弯啊，那没办法。好了。好。套起来了，不然又掉了。套起来，好不好？朝山脚下，再不站起来。对，好，好 ，OK 喽，站起来，加油。这样不行哦，弄平一点。侧边站起来。哎呀，站得起来就好。好 ，OK， 加油。满山满谷啊！没有啊，要换成站这边啊，然后再休息三十秒啊。要休息啊。好，三十秒休息。那个棒棒拿掉了吧？血这么多，他们把棒棒拿掉了。对啊，之前那里有擦棒棒啊，那里有擦棒棒不是吗？对啊，好啊，那里雪又很多，可以轻松的下来。好啦，休息啊。
哎哎，你要练习停得下来啊，转弯。转弯，转弯，转弯，转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好，出发，转弯。到这里就停住了，慢吞吞动不了，慢吞吞动不了，慢吞吞慢吞吞，好啦，好了，完全轻而易举，对吧？跟第一天比实在好太多了，对吧？什么？没有，最恐怖是那边，你记错了。我跌倒是那个。对啊，上面啊。今天顺的跟什么一样？好滑。是因为他轮用那个力量。对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好平好平哦，好慢好慢哦，好平好平哦，好慢好慢哦。我的棒棒都可以滑出来了，棒棒。呵呵呵呵呵呵呵，这么平的地，哎，这么平的地，尽量练习。哇，好用力哦！尖的啊，那这个算尖吗？都尖的啊。有人是真的像铅笔头一样尖的。然后推开，转弯，转弯以后又可以停的了，不用一直一
湾太热了啦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右脚往外，右脚往外。对。然后转。抬下，抬下。好了好了，走远走远走远，他会慢下来。你先慢下，你先不要管转弯嘛。你要把它带到中间一点，然后练习这个。往下俯冲，然后再压下来。没有，你要带中间一点点，因为他那里他就觉得他要摔下去了。你要留空间给他。不不不，好，重来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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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斜斜的往前滑，滑到中间就好了。你跟着我。没有啊，你这只手跟这个膝盖，你先这样这样，你现在站着而已嘛，可以了吧？稍微抬脚抬脚，让它有点滑动。太快的话就板子朝山上倒一点点就会停下来了。你来我这里，只准来我这里哦，不准滑下去哦，自己停下来。哦，你用棒子停。所以啊，因为你实在太害怕，你都这样，你没有这样，你摸到膝盖更下面。对，好，这个练习我们要反过来做，现在先做转弯。转弯，你现在爬楼梯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往上爬？往上爬一点，再爬，再爬一节，再爬一节。好，反，不要用岔的哦，只能用爬的哦。不要用岔的，一直斜的，斜的插进去，对，斜的插进去，对，你就可以转。对，好好好好，问题是这样，你的板子啊是这样会滑的，你膝盖要往右移，它就完全刹住，然后爬一下，爬一下，然后膝盖会酸的话，你要用整个屁股往右移，头不准动。头原地，屁股往右移，往上爬一阶。你现在脚站直一点，我觉得自己脚没有站直。没有，你根本不敢用那个力啊。好了，也没力气。没有啊，我们都有力气做得到。站直，站直，这样站这个动作，站直，这样脚会酸啊。现在这样不会酸。对。换三下脚站，换左脚站，换左脚站。左脚站，你要站直。好，你左脚的站法，你啊，你看你朝三下这样站，你一直想着八字形，然后你要下三下站，你又往后退，你就不敢用三下脚站。你要三下脚站，你先打平一点，好不好？收回来一点，朝前面下一点没有关系。站，右脚都抬得起来嘞。好，会滑表示你没站好。这样插进去，然后站着，哎，然后站。不是啊，它后面也朝山下啊。你头转下来一点，这样站就不会滑了。有没有？你要真的把板子牵进鞋里面。好了，换右脚，换右脚站，右脚站，左脚站，左脚站。不能放平哦。你现在又这样子了，所以一定会滑，哈哈哈。因为啊，你没办法让它卡住，所以你才会从头到尾都用八，这两个都有关联。那、啊、没有卡住的话就，就两个都卡住的话，没卡住的话就没办法变平行。好了，好，好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啊，好累，好累。对啊，好了，刚刚都一直在锻炼左脚，哎，现在右脚应该可以了吧？哎。先不要管合起来，右脚站紧，右脚站紧。推开，右脚推开。好，我们离远一点，你尽量练习。推开，然后左脚就可以合起来，对，转完了就可以合起来了，你就会轻松很多，你就不用一直
好了，现在已经转过一边了，所以现在就变成右脚。你可以用右脚站吗？还是会在滑？左脚站啊，站左脚站，牵进去。嗯，对，可以啊。上半身的问题。牵进去。嗯。我们已经自然而然都会了。好，换转另外一边，你走开，我来。好，这样子，往这边滑。好，你再走远一点，我们再走远一点。一个弯可以很大的。而且会自然慢慢下来之后才转下个弯，每个弯都转大一点，其实这个就是这样慢慢下而已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你要更慢哦，你不可以太快哦，你要用你之前那种速度滑才行啊。我们现在来比慢，看谁有办法这么慢还可以转弯的，慢吞吞的转弯，很慢很慢很慢。我们慢吞吞转弯，很慢很慢。没有啊，你姐在看地上，没有在看你啊。你姐是在看地上啊。没有脚。哎，合起来啦。平着滑远一点，你先练习平着滑远一点，就安全了。你平着滑远一点，然后舒服了再转下个弯。这里还好长一段呢。你的话，急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用扭的，扭的话就会甩尾，甩尾就完蛋。所以你的练习就是，我的急的时候会用力甩过来。你的练习就是双手在这里定住，不准动，只能用脚来滑。这一段缓缓的，你只用脚滑。好，这样也有办法转啊。但是用屁股跟脚在转啊。还是有办法转啊。而且你看我的速度比你慢。这个时候练习的是说那个脚掌转动的那个幅度可以控制你的速度。就是你想转弯的时候也是转脚掌往右转，但是这不是甩的转，是有点像转方向盘这样转过去而已。但是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有用到这里的肌肉的话，你今天酸的会是脚板的肌肉。我都是酸那里，我都不会用酸脚板的。对啊，我都酸大腿。大腿是第一阶段，然后第二阶段是大腿内侧。因为会收平行，然后那时候是甩腰，所以都是收内侧。接下来比较不甩了之后，开始酸这里，还有酸其他地方，酸小腿。
对，所以这种平衡都可以练。那个时候还有个练法，就是说强迫自己有个速度在，这么平我还要有速度的话，你的大脑就会去想说，我这时候应该直下久一点，加点速再来弯，而不是说我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扭了，扭了，对吧？就是要有一段，要有一段时间才会习惯。就是说，把自己当做一个行车电脑，静止太慢也静止太快。然后突然觉得太慢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想说我要朝山下加点速度。啊，太快的时候说我要平一点，减慢一点。对啊。这段也蛮好练的。好啦，就又有一段可以练，好，一段一段的练，自己练这样。那、啊、你 Angie 咧？九九班很远哦，我都看不到他们的。我很快下来啊。嗯，像这种平的地方就要趁机练，不然的话，平平的，嗯，钝角就是身体的延展，就是起来就是平的，然后转弯的时候稍微下来。欸，对啊，转弯的时候会。转弯的时候会稍微去压那个脚，对对，就稍微这样压下来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挺的时候再升起来。其实扭腰也可以说是对，但是是个坏习惯，就是说顺顺的上，顺顺的下，其实是就扭腰的慢动作啦，也可以这样想，你就是强迫自己，我要慢动作，我跟慢动作扭腰，我慢动作脚渐渐的转过去，然后那个样子，练习久了就比较不会。比较就可以真的练侧杀，那个时候的侧杀不会甩尾，那个时候侧杀是很平的，两只脚这样平平移过去。有看那个之前那个教练这样起来，然后这样哇，好平哦，就下来了。而且教练的侧杀大概跟我比的话，我站在这里，教练这里才开始杀，他就咻一下就咚就站在这里。我做不到，我还没那么厉害。我要是做到这个，我就可以小转滑线黑线了，我可以下用馒头这样用滑下来的，我还没办法。没办法什么？什么？没办法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刚才你说没办法。我没办法馒头这样子乱下。是你的声音吗？
下面这台，我夹了一台，想要试试看。好、啊，我现在多了一台啊。你看放哪里？夹胸前。我夹在这啊，但是我发现它角度有点朝上，我回去再看它录到什么。怎么还没看到人？嘿呀、啊。大家都不累，对不对？可是也11:22，我没办法多滑一趟啊。我问一下好了。你现在很舒服啊。嗯。我现在是怕这条，这条是绿线。对。Angie 那个眼睛真的糊到一个不行。我那时候整个是糊到我头在晕了、啊。而且这里视线也比较好啊。其实上面比较雾。对，这边很好。你们还在上面哦，我们在下面等蛮久的。我们现在在绿线的中间一点，缆绿线缆车站往下吧。那你们在哪？有可能。嗯。那个滑法实在太辛苦了，他从头杀到尾。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说，他今天也是第三天。他脚很酸哦。对，很酸的话，你真的没办法做太多事情。有啊，第二天。对，所以今天就只能随便讲讲，明天才可以正式的，搞不好明天就都做得到了，这样。我记得他上一趟没这么糟哎，上一趟。因为我们前两天也那个，也带给他恐怖的记忆。好啊，人呢？有这样，有啊，看到人啊。哦，是哈、哦，好、啊，那就再等一下下。这里沿路都这么平，就趁机练习定速滑法，不准用棒棒的定速滑法。刚才那个定速滑法一下子就到这边了，很快。没有，因为你还要想，你还不习惯，所以。速度快着一下下就下来，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就是，有时候会变快，有的时候你变厉害到一种嫉妒，你速度反而会变慢，对，因为你控制速度的能力加强了，就是有的时候一个 pose 很厉害的人在旁边，我还会超过他，那不代表我比较厉害，可能是我就根本没在弯嘛，我就冲过去了，但是我看他的 pose 很厉害。舅舅在那里进行教学，我再讲一句，坐这里还好吗？就坐着休息啊。我看到你们了，那你们还在教学，那我们也练习，一边练习一边下去咯，还是要下来啊？看一下啾啾的滑法，稍微有点扭腰，因为他球快现在，但是他没有很扭啊，他是韵律的下来，这一次还有扭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很急哦，很急哦，你刚滑得很急啊，很急哦，对啊，没有啦，好啦，慢慢来吧，很热、嗯，好啦，慢慢的滑。如果你有办法双手张开，想多快就多快，想多慢就多慢的话，你就随时都可以刹车了。可以啊。
没有，你的刹车还不稳啊，我再教你更厉害的刹车方法，他有办法刹到站在我旁边都可以。哎，人都不见了哈，看得到人吗？还是他们已经冲过去了，我们都没看到。人呢？人呢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他们在一起啊。可以啊，这里有个缆车可以上。等一下会路过。看到在那里面。你有看到？有看到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。就是那个，我们以前上一次来滑的时候，第一个缆车就坐这个。我们先坐那个箱型缆车到中间，然后跑来坐这个。那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这里可以练习。后来我们就都去上面玩了。哦，摔倒了，还是怎样？没有吗？舅舅来了。哦，你姐还这样，她可能要明天才可以开始。今天她最累的一天吧。没有肌肉的话，就以下来就好为主。但是我记得那个半自动是那个我们第二次上课Sherry教我的，对。她有教你啊，但是其实你也维持这种速度也滑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你比他横向久多了，以速度来讲。好，走。就一直练习啊，练自己要的东西。嘿，爬到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我拉到我的线。没关系啦。为什么那里要用？那里里面危险啊，进去的话会摔倒。高手也不行，高手进去也会摔倒。
去。这里。摔吗？会啊。来，你来这一趟有摔过吗？有拖板过。我们要走的话，应该要走汉堡王右边那个冲下去的那条路啊。汉堡王。现在那里有一个1、2、3、4、5层的塔。我们要从那个塔的右边或左边往前冲。没有，你看一堆人也是冲过去啊，那里是缆车站。有没有看到一堆人往那个方向进去？要坐那个缆车啊？没有，要坐，要从旁，要往旁边冲过去。左边的话，你看到有些人缓缓的滑过去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这里就要开始冲了？好了，那不然你就盯着我看我去哪里啊？缆车站的左边，哦，这缆车也太多人了吧？这个吗？我们没有要坐这个啊，我只是觉得怎么那么多人，我要滑下去啊，不然我们干嘛推那么累？哦，好累。等一下啦，我趁机休息啊。太累太累。我今天还没跌倒过。那很好啊。那天爸爸这样讲讲了就跌倒了。我就是故意，我都会故意跌，因为我要坐着休息。知道。啊、哦，这样顶一下腰。哦，好酸哦。三天都还没跌过吧？欸、有啦，我有拖板。拖板。我在舅舅前面，要从他旁边过去，头跟他勾到，然后我就端一下，那我就稍微这样子，两个板都把它拖掉了，这样。哎，好嘞。
这下面是冰块哦，结冰哦。现在速度太慢，我们要故意从冰上滑过去，溜冰哦。等一下他们啊，那中间刹车太多，就速度不够，就只好顶不住滑下来。哎，这里超缓的，练习转弯。舅舅还在推。好啦，我们要坐这条缆车，这条四个人的。是太阳哎。哪一台？这个啊，这有一堆人在坐这条、啊，就这一条、啊。要坐哪个缆车？这一条，这一条。这条。对啊。舅舅，我跟你坐。我跟你拍个照啊。这三个坐啊。干嘛？拍照，拍一下。啊？哦，好啊。没有啊，不用下来，不用脱板子啊，不用下来。我想休息耶。啊，好，刷的。先放我拿。拿手，插着就好了。你要拿什么？拿你的账。背后啦，在背后。哎呀。谢谢。啊，你有带那个袋子哦？对啊，你每天都带着。那我也没有带袋子。没有袋子，怎么没有袋子？没有。那镜头会磨到。不会，是不会磨到。那镜头很凸的。他会带，不是他带那个，他带他那个塑胶头。这很漂亮啊！是这样子放在中间，我们就可以变很圆的。有遥控吗？没有，有要赶快用手按是吧？啊、你 Android 听说 Android 可以遥控。有，我手机有带，帮我拿手机出来，里面有一只手机。大家等我一下哈。把手套脱掉，因为现在在流汗，这样手套就不会变冷。你有两层哦。没关系啊，这也是一种 pose。笑我不是，他笑眯眯的看我们是不是还好，他在巡逻啊。他以为你要救他，骑摩托车过来，然后你刚刚假装完蛋了。弄一下线啊，很长很难过。好漂亮啊！那我好热哦。没办法弄啊，我现在播，等一下又回去了。是哦，线呢？就是线啊，我现在播啊，但是他摇摇晃晃啊。还是你上面弄太前面了。
等一下就要收了。可以了。多拍几张，那就拍几。有。好了，站起来，两位。都是你，都是。我看往哪边。你看，你会累啊。往哪边啊？我觉得往下，然后我们成负一字形这样拍。好。哎，踩到了。好。啊，你是要吃哪一间店？不是吃担担面吗？天田那边。最右边吗？对啊。其实就在那边嘛。断掉哦，没出来耶，是怎样？那用手按，快速按可以吗？我想要吃咖喱，那个要朝上啊，吃两天咖喱的。对啊，朝上啊，都可以哦。那你现在马上出去。啊？啊，你们我们走是前面拍完了，走是啊，走去后面好了啦。这样就我是这一个当背景吧。都可以啊，两面都拍啊。两面都很漂亮。来，都快起来。好，集合，集合。集合，快点来拍照，拍完就要去吃饭。要去哪里啊？快点啦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让我一直叫哦，会生气哦。来了。不起来的，等一下没有电动玩，快点。一、二、好三。为什么有电动？我要叫救护车。拜拜。在哪里啊？开机。有开吗？开了。看，棒棒过来。看一下，这样才看。尬掉哦。走得起来吗？你坐的那些台真的很烂。怎么拍？什么？按一下。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是，这像关机耶。有了，按一下机。我是沙弟弟。不要乱来，时间很赶，还是不要那么长，有差吗？好，快点，周世廷过来了。你不是要这边当背景，还是那边？都可以了。对啊，好啊。周世廷，请你。太熟悉，好，很费力，用手不要这个费力。这个方法最费力。用脚踩，他从来不用，我都感觉。受不了了。算了，弟弟来帮你，脚走开，脚走，手走开，让弟弟帮你。来站起来吧，哎咻，站好了吗？我要踩他喽，我踩，哎、欸，我踩到了。啊，这个很软，我如果少一节会有差吗？像我伸出去比较快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快点，你们两个，周世宇，周世宇，不要再让我叫，你还没有电动玩，我跟你们讲。好了。不能控制就算了。那我按啊。我要 V 字形吗？是按一下还是两下？一下。一下在这里是吗？嗯。这样子。哦，好。声音很奇怪。我根本没有按啊，那刚刚什么声音？好了啦，不会太近。你不是说要 V 字形吗？是 V 字形啊。圆圈圈还是 V 字形？你拿。我拿。我拿吧。其实我们有六个人啊，搬板过来，搬板过来。我过去也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那你很坏蛋。我成功了。搬板来，搬板来。搬板来，过来弟弟旁边。好。我们来这里。靠近，靠近。我好像在滴水。这里有那么热吗？有一太阳。开了吗？开了啦。啊、好了，用手按。用手按了、哦。这样是关机了。这是关机了吧？我知道，我要再重新连一次看看。好热、哦。好热。好，好了、哦。可以了没？不要丢到Insta哦。不要拍这么多。还没用完了。好了，再厚一点。你那镜头也看得到，拍到什么？看不到。看
快点。放弃了。我那天在家里有成功。好了，没有声音。你靠我那么近干嘛？不是要远一点吗？不然是拍好了吗？对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你都不用管。好，就一直拍就对了。对啊。一二三，对，站稍微远一点一点点 一点，我们弄成一个圆形，然后要像扇子一样。好，你要站这么近哦，然后 Stanley 也站近一点哦。你说这样才能展开是不是？因为太远的话，我们没办法弄成一张照片嘛。换一遍。这次换 Barry 弄 Barry。来，按钮在反面，直接反过来。反过来让我按。反正你还是得用两只手啊。一二三。哦，我要戴眼镜。再来喽。一二三。准备，大家把拿东西拿起来，准备撒好吗？啊？那你又不是慢动作，可以吗？没关系。来准备喽。应该用那个什麼。你要往哪边丢啊？子弹时间内。那要用吗？那要甩不是吗？好了。老板，你要贪心，你要拿多少？往闪的啦。一二三。走了。哎，还在丢，丢太高了。走了，是谁的？谢谢大家配合啊。是我的吗？在我背后。你好热啊！我。慢慢来，跟我一样，先把板子放这样。你放到我这里好了，我们一起停车好了。好了。哎、欸，多少？那没关系，那個、不会痛。不能丢上半身呢、欸。慢慢，不要这样。我哪里有人？穿板子啊。那么硬，根本不会痛。好了，够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你刚刚那样弄人家，你为什么现在会怕？要穿板子了啦！先穿右脚。哎、欸，不要再弄了。都上了，不要弄了。你也要上板啊！我们大家都要上板了。哦，厉害！还有一只，哎、欸，这也要踢啊！先切头还没踢，嗯，好了。好了，怎么？先往那棵树。还有啊，一点点。
对啊。一个可以坐三个人，我刚好三个一起坐。下面慢，上去就变快，这是变速缆车。到处都很多人，今天礼拜天人超多的。我不能坐另外一个吗？那个缆车很慢，这里三个人能比较快。啊？不知道，垃圾啊。上去就去吃饭啊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应该12点哦。我们已经连续滑3.5个小时了，我们滑了很久很久了。
急嘛。好，坐下，谢谢。去坐三个人。好，休息休息。你有看到前面那里吗？那个好大好白的那个。那个不是黑线哦，那个只是红线而已。等一下我们会去右边那边，那里有很多旗子，可以划 S 型的比赛用的场地。他会比赛绕旗子的啊，那是奥运的比赛。而且比较快。对啊，又要绕，又要转弯，又要快，所以那个要很厉害才行。跳，也有跳的，它滑雪好像有很多种比赛，有的要跳，就是比快的。太小朋友，这里很平啊，你刚刚滑有没有觉得超级慢？慢到不能转弯，太慢了。现在滑雪，对啊，这里你明天上课可能都会在这里上。你看啊，这个也是刚在学的。这么平都觉得滑，都会害怕。这也是，你看它很慢很慢。刚学的时候只能这么慢，因为会害怕。你看，然后你看它叠后面就跟着叠，其实好远。它一叠就好大一个洞。不一定哦，直直滑的时候是看不出墙还是肉的。对。但是他只是在学习而已吧。他有一个大人跟着。那是教练吗？他故意教给后面的看，教他做这个动作。嗯，他又搓了一下。这个一定也是教练啊，他们这里的制服就是绿色、蓝色。橘色？橘色我不知道。这个是教练，你们明天教练也是穿这个。那是哪？但是不同雪场的颜色不一样。对，我们要继续找教练。这看起来不是啊，而且他好像是老爷爷。他滑这个嘞，尖尖的那些人都是你的穿。也不一定。那个墙有好几个等级，那种最厉害最厉害的，如果是100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看50或30就好像觉得很强，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强，因为我们自己只有10，要一直练升级才可以。那我现在是多少？如果100的话，我现在可能只有20不到吧。然后，JoJo，如果我是15的话，JoJo可能有13吧。然后你们还要努力练成10差不多，大概再练习一阵就会变平的，完全都是平的。在华森林里面的嘞，很强啊。很难讲啊，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森林如果很散的话。可能用不着技术啊，而且你看这里的森林那么平，我路过也叫做华森林啊，
然后如果跟黑线一样陡，那也是森林啊，那都不一样。像这种的人，这个算什么？这很难讲啊，他只是来感觉一下。这种我们大家都可以进来，就是进来感觉一下而已。你想进来？你可以进来看看啊，这里还算安全。为什么有一个人的是斜的、啊？哪里？那里有我们前面那一条，它很不平衡。走，那你觉得哪个人体重比较重？左边那个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左边的人比较重，害他歪一边吧。你看这一条，又大又宽，然后右边那边，啊没有棒棒哦。以前那里都有棒棒可以玩的，现在没有了。就是可以让你 S 型绕来绕去的棒棒。对啊。哪里？只有一根不算啊，那个是边界的棒棒。哇，他没得玩了。好吧。这缆车也坐蛮久的。这很长哦。可应该有1.5或者2公里还是，我们下来的时候等一下吧，去那个地方。吃饭滑下去就到了。注意这个人哦，不要离他太近。下车啦，他们都三个都来了。走吧。啊？吃完饭再去啊，都12点多了，不用休息哦。不行不行，先去吃饭，去那里。可是也人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还以为自家人会很少。哦，礼拜天真的太恐怖了，搞不好要排队。对啊，我们上次来人超少的。都没人啊。哦，礼拜天太恐怖。排队排队，买票买票。买什么票？餐券吗？买餐券。右边不是有楼梯吗？哎，没什么。帮我拍一个。没什么。没什么。哦，也想尿尿。
12:10。糟糕了，糟糕了。唉。怎么办？没办法。都还没有东西吃。好啊，那要去旁边大的吗？嗯，好，好啊，要。可以在旁边。这是用棒子，原来都不懂。要要等还是要走？走也还好。是吗？哦，好了。好，那去吧。那我关。